各位，论啊，一个吃货是怎么练成的？就是这么吃出来的。一分钟之内吃了这么多东西，嗯，哎，我觉得那得撑啥没样啊，捏把汗是真是让我们捏把汗，啊，我跟你说，高晓攀呢也是充分发挥了一种什么精神呢？什么呢？明知山有虎，我是偏向虎山行啊，总算是完成任务了，对，值得鼓励，对吧？鼓励鼓励。相比起高晓攀的任务，郑浩的惊险程度就比较低了低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难度系数是上升了，对，嗯，来到我们新少林呢就是轻易过关可能呢，对不对？来吧，接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黑。那今天我们新少林请到了一位东北老乡，同时他也是非常著名的演员郑浩，欢迎你，浩哥，欢迎欢迎。来到我们新少林，小黑肯定是要给每一位来的嘉宾布置任务。那您今天的任务其实听上去很简单，但做起来还蛮难的。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您看到旁边一群跳舞的小伙伴了吧？啊，哦，哎，哎，这都是我妈妈那级别的，一群老伙伴。那今天呢，就是让您第一个任务融入到我们这个跳广场舞的大仪中去。那到底我们这个专业舞蹈的这个郑浩，哎，跳起广场舞是什么样呢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！加油！好，加油！耶！ Yeah. Yeah.跳吗？我们这现在正在排练呢。那我给你学学呗。学现在不可以。那这现在不能在这学，你要学上边上。我上边上啊。看看行，上边上。好嘞。你到边上跳可不行啊，你是要进到这个大姨的队伍中去，要到中间去。这不是进来了吗？啊！我都打上你了，是不是？哎！啊！你看一看，不容易吧？怎么样？偷偷摸摸的到中间了。啊！没挡吧？完了，让人撵出来了。没错，阿姨您先回去跳，我一会儿换上衣服我就进来啊啊啊！太好了，你看，有组织有纪律的。你继续跳，浩哥，没事，你继续跳啊！他不让我。完了，又有人撵我了，你先回去。其实我的位置是不对的，我站的位置有点打扰你们，我其实我站这儿可能就对了，站这儿的话呢就不影响整体了，因为前面就一个阿姨，我看一对两对三对，小伙子你看正好缺个单，咱俩在一块儿说，小伙子不行，我们要参加社区比赛，现在正在排练，我知道，你说你现在服装跟我还不协调，不可以的，你也不会跳啊，就是还行，其实你要